这几年华语歌坛掀起一股强力的风暴，席卷全世界，让我们来告诉你，太完美，就是现场演唱的魅力 ，Rock！ 光看影片是不是就热血沸腾？所以啊，讲到这个演唱会啊，一个月之后就在这里，小巨蛋本人的《我的哈林年代》演唱会，欢迎大家一同摇滚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主持人有点福利嘛。好，那个自肥专案到此告一段落。接下来福利是所有观看金曲奖朋友的。我们最后一个表演，这位女歌手，她不断在进化，在变化，她不断的冒险，不断的转型，带给大家惊喜，甚至于有时候会让大家紧张。包括太阳马戏团都注意到他了。今天还要在这里把他的毕生所学
变个不停，蔡依林。受伤的眼神令人心疼，没有一个人非要另一个人才能过一生，你又何苦逼自己面对伤痕？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，别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，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昨天是恋人，今天说分手就分手，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，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。
半睡觉时下半身上流浪，你爱的是你爱的微笑、yeah、爱的颓废爱他的永远，他心里的野兽 baby 看作看过眼，他画笔唇上乱画得更泛滥之言，他爱你死磕爱你放肆、yeah、敢怒不敢言，你自我催眠，他是艺术家，你给他算盘去变铁背板，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，他的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别对你耍得怪怪，非对你全乱来坏坏。那那那那 never stop， 他只想搜集更多芭比娃娃。是大艺术家，你重新创作了爱无价。别再做慈善家，其实没有那么爱他。还是类似女神的吻，谁都应该被宠爱纹身。那就没能让维纳斯诞生。谢谢。